而家系喺多伦多，12月29日，早上10点。而家出边咧，呢、這个外边嘅气温咧系-7度啊！早两日咧仲系0度啊，-2度啊咁上下。今日咧突然间回暖咗成4-5度，非常之暖啊！阳光普照而家。睇下附近啲环境。有一個人玩緊一架咁嘅電車喎，呢啲好方便嘅，唔使排嘅呢啲。呢啲係 electric scooter。如果香港就唔得噶啦，即刻幾條差佬撲出嚟咧，分分鐘落埋手扣。攤埋曬啲雪堆，走入去超市行下，定係行下呢個商場嘅走廊先啦。入唔入超市啊？稍後先決定。雖然今日唔係假期啦，但係好多公司啊、工廠啊咁樣啦，都照放假。咁啊，唔係個老細咁大方啊，去喺啲職員嗰啲儲埋喺假期嗰度放埋佢嘅就，咁啊集中管理啊。啲芝士蛋糕啊！9.9元一隻，啱啱開張。呢度有隻咩嘢？米啊，可以 buy one get one 50% off。呢樣嘢美加好興啊！第二盎咧就或者第二件咧就半價咁樣。你圍起上嚟咧，兩件夾埋咪變咗75折咯。只不過係將嗰個銷售嘅量加大咗，原本係賣一樽，咁啊變咗賣2樽。咁啊，琴日食完早餐咧，就走咗去 Fairview Mall 度行。今日咧就嚟咗呢一個小商場。嗱，呢個政府請人嘅機構去開唔開啦？睇下先啦嚇。Call us 即係唔開啦。一開喎，呢個咧係嗰啲嗱，我入嚟睇下，係嗰啲政府嘅機，喺政府度攞分嘅機構嚟，應該係。咁啊，佢有啲書仔啦，租屋嘅呢啲咧就係揾嘢撈嘅。啊，呢度咧佢45-59元就可以學呢個 forklift 啊，即係學多一樣嘢。呢啲就揾嘢做嘅書嚟。呢個 Fairview 社區健康。講座啊，係咪展覽啊？呢個 essential skill upgrade 就教啲成年人咧讀寫計算同埋啲電腦嘅知識，與時並進啦，可以話係。
呢個叫 Eight Step Employment Center。今日開的，如果有興趣可以嚟呢度。呢度係咩地方呢？地圖到Google Map 打 Peanut Plaza， 花生商場嘅。呢度係一個唐人女人開嘅，賣下啲頸巾啊、旅行袋啊嗰類嘢啊。呢間 IDA 就係藥房嚟嘅，又係供客。嗱，佢都係一樣啊！啲傷風感冒藥清咗一半，剩翻啲咧嗰啲唔係咁靈光嗰啲，我諗。即係唔係咁勁嗰啲，嗰啲流鼻水啊、鼻敏感啊啲啊剩低，醫到傷風發燒嗰啲啊俾人掃曬。如果寄呢啲傷風感冒藥翻大陸咧，你唔好打正招牌去寄啊，去嗰個。例啦，佢唔接受你噶，因為佢唔准寄呢啲咁嘅藥物嘅。咁有一個辦法咧，你就係夾啲蛋卷啊，夾啲麵包咁樣，攝喺個底啊。我取消咗以上嘅講話，我唔想教壞人嘅。你唔好將啲嘢攝喺個餅乾，唔好攝喺啲蛋卷。個底嗰度寄翻去，唔可以咁做嘅。藥物亦都唔可以寄翻大陸嘅。啊，有咩好食啊？啊，唔知晏晝自己整嘢食啊，定係點？好傷腦筋，又想翻去地產商會行下，又想翻公司行下，諗極都諗唔通。呢啲孜然粉啊，呢個cumin咧，孜然咧愛嚟整羊肉好正噶喎，咁啊買一包啊！我諗下先，有冇啲孜然粒咧？小茴香呢啲又可以。攞嚟炆羊肉得唔得㗎？呢啲小茴香。羊面調料啊，老肉面哦，老羊。小茴粉，所以呢個小茴粉即係小茴香磨咗粉。呢啲先係揾錢啊！咁細啱，買到咁貴。其實呢啲磨粉咧，你屋企自己做好易嘅啫。唔好諗到好困難啊！求其揾一個容器咧，揾支棍咧，將個頭揼到去累累地咁，就可以磨到粉嘅。好多辦法可以將嘢磨粉嘅，只不過係城市人習慣咗咧，咩都賣現成嘅，冇用到自己嘅腦筋啊！因為金屬的容器，一把刀或者一隻戒指啊，即係唔係嗰啲穿落手指嘅戒指啊，一個 washer 啊，一碌棍咁樣穿落條木嗰度，往返往返咁樣壓下壓下咁樣，
你夠時間就可以將嗰嘢件嘢壓到變咗粉噶啦，唔係咁複雜嘅嘢嚟。咁啊，如果屋企有個 coffee grinder 最好啦，$20一件啫嘛，乜嘢都可以打到粉。但係咧，人有怪嘅，冇事冇干就唔會諗嘅，最好就現成買一件嘢翻嚟就搞掂。一買回來就行了嘛，其實就不是這樣的，很多東西都可以動下腦筋自己做到的。喂，這個李錦記辣椒油我吃了一瓶，最近所以最近一兩年之內，個朋友留了在我家裡，吃一吃一下我吃完了。醬醬的，咦，這個好像挺好的，它是自製越南粉的。我開張卡先，好了，多謝收看，歡迎訂閱。